有股力量在召唤黑旗，难道他没有死于黑河之地，而是在下面变成了幽冥符？是如何横空出世的？这么太阳的气息，这是妖吗？他往木剑阵去了。天啊，你醒醒，我来救你了。天啊，你不要走。天啊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刚刚觉得有一点点痒。你想不想试试？办正事吧。Thank you.
在此处守住长天剑，保证阵法不会合上。快去快回。你坚持一会儿。当年你教我人妖并无善恶之分，善恶皆有之，遇善者则真诚以待，遇恶者则不可胆怯。我虽被逐出陈星山，但我这一路都谨记师父的教诲，可现如今你却变成了善恶不分之人，凌霄，你真恶心！魂鞭九九八十一鞭，方可抽碎石骸。